学篮球呢，是很多青少年他们的一个希望。而桃园的龙潭基督教教会，为了帮青少年圆梦，就首度举办了社区篮球营。十几名的教练都是来自美国西雅图教会的华裔教友。投篮防守闪躲，助教细心又耐心的教小朋友。虽然教练的中文很生涩，但是透过篮球的基本动作，这群大小朋友都融入了欢乐的气氛。训练身体，
上身体健康，因为我妈说我要来这边学习打篮球。来自西雅图基督教会的华裔教友，有的是当地的大学生，有的是电脑程式设计师，平常空闲时都是巡回美国各地以求会友，顺便宣扬信仰。第一次来台湾都觉得很高兴，这次来不是只为了玩耍，只为了玩，还有用篮球来做一个短期的宣教。 I want to come to Taiwan to coach these kids because I love playing basketball, and second of allWe want to come and share about Jesus and how he's affected our lives. 其实这群篮球教练小时候在美国也参加过归主篮球队的夏令营，培养出了浓厚的篮球兴趣。为了教台湾的小朋友打篮球，自愿放弃暑假的宝贵时间，这种以四海为家、爱人助人的精神，令台湾的教友很感动。他们愿意奉献时间，奉献他们的能力来帮助客家的地区的青少年，这是我们教会可以在这社区所做的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哈克篮球营为期三天，地点在北二高高架篮球场，教会欢迎青少年走出户外，一起享受运动的乐趣。民视新闻郭德川桃园报道。